好，各位，今天晚上我在这边也感触良多。2008年到今天已经差不多七年多，我在这边很感恩太平跟乡亲父老，在308的时候携手共筹改变，把小弟送进了国会。从2008年到今天七年多来，我每天都在问自己，能够为太平做一些什么事情。308的时候，明年做政府，我们有权利就做得更快、更有效率。我还记得，当时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水务局争取1600万的拨款，全面提升我们太平区的水管。过后，又在2008年。为太平华联二校延误了30多年的校地，争取到了地契，而今天看到太平华联二校在如火如荼的建校，我也感到十分的这个慷慨。除了华联，宝格崖山有百年历史的这个太平，玄天上帝庙，过去100年来都没有地契，后来经过我们的努力，也成功搬太平宝格崖山这个玄天上帝庙这个百年老庙，争取到了庙的这一个地契。这些种种当然还有很多，今晚没有时间在这边谈。不过我今天晚上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很重要而很好的消息，就是这3年来我在争取一样事情，就是我们要把太平在1874年八个条约签署以后，太平曾经是我们霹雳州的首府长达67年，太平要上出重围，要重现辉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蓝海策略。别人卖的产品我们不能再卖，我们要做与众不同的地方，要突出自己的优势和我们的特点。我研究过后，我觉得太平要发展关键在于两大领域，一个是教育，第二是旅游。要搞旅游，要搞教育，这些无烟工业对我们留住人才、发展经济起着非常重大的这个关键。所以我就研究整个太平的历史，最后我发现我们太平有33样是全国第一其他人没有的东西，也就是我们从1874年建都以来所拥有全国第一的古迹，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发挥到潜力的地方。我们有全国第一间的土地局，全国第一条火车路，全国第一间博物馆，全国第一个天主教堂，全国第一个夜间动物园，全国第一这个，全国第一那个，可是过去都没有好好的发挥它应有的商业潜力和带动我们的旅游业。所以我决定去国会向旅游文化部部长那都是那实力争取。经过2年多3年的努力，终于国家渔场局在这个月回信给我，告诉我中央政府已经正式同意要把太平33项第一列为2005年国家渔场法令之下的国家文化遗产 National Heritage。 各位，我们目前33个地，国家渔场局回给我的信，这一个 Dr. Zaina 博士告诉我，已经有7样古迹已经列为国家文化遗产，就是我们第一间天主教堂、太平第一间公共图书馆、太平土地局、太平这一个博物院，还有我们大家都不大想去的太平监牢，也是国家文化遗产。这7个已经列入文遗产，但是还有26个还没有。我就去研究和部长商谈，部长说我批准给你，但是你自己要想办法去跟州政府谈，因为根据2005年国家渔场法令，中央政府批准不够，必须得到州政府的批准。所以
这两天我就去州议会抓住州务大臣死咬不放，他会去哪里我就喷到哪里，我就跟他讲，我说那都是你，这个是我们太平人等了整百年的工作，你不能再拖下去了，就是因为过去没有保留。你看我们太平破掉全国第一条火车路，现在在哪里？整个古迹火车路破掉，对不对？因为没有法律的保护，要拆就拆，人民没有这个意识。后来我感到非常安慰感恩的是，周大臣马上招周秘书那都是阿玛多，我们太平市议会的主席那都拉丁召开紧急会议，他们参讨了过后，在这一个今天是星期六，本星期四的时候终于同意跟我一起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州政府也已经批准把这个33个地列为国家文化遗产，中央已经准了，州已经准了，所以我的工作也切得七七八八，终于可以得到。那么我告诉大家，这个是第一步。你会问，我们把这个列为国家文化遗产，我们太平人有什么好处？第一，搞旅游业，知名度很重要。小弟在旧街场、怡宝旧街场搞一个什么大奶巷、二奶巷、三奶巷，我不是叫你去包以来啊，那个是根据当地独有独特的历史来搞这个文化遗产旅游。所以你看现在每个星期怡宝旧街场人山人海啊，二奶巷的中文路牌几乎每个人都拍照了，在面子书上宣传，甚至德国、美国、瑞士的旅客也远远遥遥千里去到旧街场一波欧踏，不止去喝白咖啡，还去二奶巷拍照购物旅游，所以那边生意红红火火。我想到怡宝可以做得到，我们太平有这个得天独厚全国第一的东西，我们不只可以做得到，而且要做得更好，对不对？所以第一，这个一旦列为国家文化遗产，太平将会成为整个马来西亚全国最多文化遗产的城市。我们讲第一，没有人敢讲第二，知名度肯定提升，旅客会关注，不管是 Travel Planet 等等 Lonely Planet 都会介绍，将来会有更多的来旅游，这个是第一。第二，由于这已经成为国家文化遗产，根据我们每一年国会通过的财政预算案，旅游文化部一年可以拿到11亿左右的拨款。如果这边有这么多国家文化遗产，根据法律，旅游文化部就要拨款来维修提升。我们想想，好像马六讲成功生鱼以后，中央政府马上给3000万，各位，我们这边给1500、3000块是很小的数目。我的心愿就是希望，如果这个成功以后，我要找部长，叫他把他11亿的拨款，拿2-3千万给我们太平，美化石龙，美化石龙，提升古迹，维护古迹，我们的太平大巴萨长久保留下去，太平的各种古迹长长久久，世世代代都成为我们共同的骄傲，大家说好不好？当然，第三，我们有了文化古迹，我今天下午也向太平的市长那都拉丁建议，要马上成立旅游委员会，着手策划如何提升我们独有的这一个渔场城，让它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进来太平消费。这一点单单靠市议会也不够，我们希望在场的每一个太平的兄弟们姐妹们，让我们为我们的家乡，为我们这一个乡土打造一个全国人闻名全国，甚至将来闻名全球的这个旅游胜地，希望大家也能够帮忙一起推动旅游，照顾环境卫生清洁，也同时发扬我们的太平人好客之道，更加准备更多有特色的饮食让游客进来消费。我们太平有很多著名的食物，不管是我们的饮品霍嘎塞，
不管是我们的三色奶茶，不管是我们的太平十八厅的咖喱面啊，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广告阿三的拉萨火饼等等，这些有特色的小吃都是我们办发扬发扬旅游业其中一个很关键的要点。因为毕竟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所以这只是一个开始，但是已经给了立下了一个基础。我们希望在今年里面，太平三十三个第一列为国家文化遗产的这一个手续和程序能够完成，以全新的面貌在2017年迎接2017霹雳州旅游年2017 Vision Para Year。